可能性的自创曲。对，这大概是我就是我第大概写的第四首日文歌，然后是在我去年三月的时候开始写的。对，那写这首歌啊，我要感谢我的前女友给我这首歌的满满的灵感。然后，但是呢，我更加感谢，就是我更加感谢有音乐、有吉他、有声音在吉他是种种，然后让我在面对人生最失意、最难过的时候，可以用音乐来缓解我的忧伤，并且把我的失恋痛苦转换成艺术。好，那接下来带来这首《今晚你还在等》，变量只是虽然到现在还是很想你。Thank you.
谢谢大家。我这次又被老师骂了。你怎么又被老师骂？我的妈呀！啊，我们班物理平均才考58分而已，被老师骂到臭头啊！哦，老师，你们班没脑袋好不好？什么？什么？我们班没脑袋？我们班都是很聪明的。你说你这次物理几分？全班平均58，几分？你说，你就跟我说。10分。十分，完美10分啊！完美落地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以为是出题老师出错，所以我还去跟他说，我怎么可能只有10分？因为我智商200，智商200，我觉得应该是-20吧，那么烂。全校物理平均至少有65，我们平均58，你还考只考10分，你是脑袋装豆腐啊？不是啊，我就那一天手感啊，对啦，手感不太好啦，就写 A， 答案就没有 A 啦。做第一题吗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连第一题都猜错了。哎，第一题猜多少？我第一题本来猜 B， 猜 B， 白周章猜 C 好不好？不会选择猜 C 就对了。怎么可能啊？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考卷上没有题是对的，总会有10分。哇，可是因为老师看你脑袋。跌倒湖，所以就直接送你10分，不能让你被打。太可怜我了吧？我脑袋跌倒湖，就要可怜我。哦，脑袋跌倒湖，你全班脑袋都跌倒湖啊！不要再骂我跌倒湖喽！我哪有骂你跌倒湖？哎，跌倒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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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让我们欢迎由31届孙博远学长、31届陈仲礼学长带来的 Day Off。